你刚才咋说的？你说你说，爸，你为啥还留在这儿？工业化是将来必然的发展趋势，农业已经没有前途了。那你准备像别人一样把你老爸弄到工厂里头去？儿子，你爸没事，我有我的电视机，还有卡拉OK 机。那你说我还要去大城市干嘛？ 别说了，你吃包子吧。哦，我是 gluten free。什么 ？gluten free？ 没听懂。